在奥斯卡上学后的第一个假期里，我和他今天来到了奥克兰科技馆参观。过马路，过马路，快快快！好的，上，好的，上。我靠，这个带孩出来，边拍摄边当导游，还要当保姆，确实还是挺辛苦的，顾不过来。你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啊，行，他开心就行了，重要就让他开心。我就是给你服务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是那服务人员。I make you happy. Yeah.